然后 Kelly， 3月23号北师大校园时看到台下一票疯子是什么感觉？比较疯狂的歌。对，因为他们都要唱。我有吓一跳，因为我知道你们要来，所以我还蛮开心的。我们也是很临时的，对，而且雨超大的、欸。风雨无阻的歌，而且肚子又痛。好，那我们问题，小心一点，愿望就。